我早就想和你一见高低了。匹夫，竟敢出此狂言！关羽单刷五关六将副本，刷到最后一关，最终 BOSS 居然是个独眼龙。听闻曹丞相帐下有一对兄弟大将，其兄夏侯惇，其弟夏侯渊，不知足下是哪一位？独眼龙人狠话不多，哈哈，说出无名，吓汝一跳。哼，我便是夏侯惇。 夏侯惇，外号顽皮将军、肉片将军，打仗没赢过，升官没停过，别的不行，吹牛第一名。既然知我的威名，就下马投降吧。关羽呵呵一笑，他知道这人虽然草包，却是曹操的大宝贝。为了避免撕破脸皮，于是好心提醒道：“你比颜良文丑如何？关某三日之内连斩袁绍两。” 袁大将，不说还好，说了夏侯惇更加暴躁。颜良文丑算个什么东西？区区鼠辈而已。实话告诉你，自从老子少了一只盐，十万大军在我眼里只能算五万。就问你怕不怕？关羽一听，气得瞬间涨红了脸。夏侯惇还以为关羽怕了，于是继续叫嚣：“关羽，哼，你别害怕，我这些部将今天都不会动手，所以。” 只有你我。话说到这份上了，还有啥好说的？关羽提刀策马，冲向夏侯惇。夏侯惇起手就是一枪，被关羽轻松躲过。夏侯惇又来第二枪，又被关羽格挡。青龙偃月刀在关羽手中辗转腾挪，如同掌上的赵飞燕翩翩起舞。几个回合后，夏侯惇便逐渐不知，关羽看出破绽也决定不再留情。抡起大刀就是狂劈乱砍，在一刀刀的暴击之下，夏侯惇很快血条渐半，回马冲正旗鼓。 第二轮，双方策马再冲锋，关羽胜券在握，已经开始玩起花火。青龙偃月刀如同孙悟空的金箍棒，舞得夏侯惇眼花缭乱。当然，夏侯惇皮糙肉厚，关羽一时也无法破防。就在双方难解难分之际，忽有斥候来报：“二位将军，二位将军，快住手啊！二位将军，快住手！” 双方暂停，斥候说自己手中有曹丞相发放的过关文书，令盐湖关卡众 BOSS 不得阻挠关羽。这下你可以放我过关了吧？夏侯惇大怒，问斥候曹丞相是否知道关羽斩六将的事。这个丞相确实不知道。既然丞相不知，我不帮。见夏侯惇如此咄咄逼人，关羽也火了。 你以为我杀不了你吗？这下是动真格了。关羽这一刀差点开天辟地，夏侯惇横枪格挡，震的是虎口发麻。关羽横刀再劈，夏侯惇躺身躲避，还未起身，关羽第三刀已经从下往上劈来。夏侯惇准备不及，顿时连人带马被掀翻在地。 二人正欲再打，忽然一声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快快住手！”来者正是张辽。张辽表示，丞相已经知道关羽斩六将之事，都怪自己没有颁发通关文牒，这事儿不怪关羽。夏侯惇愤愤不平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足下好刀法，将军运气也不错。对，天宫将军张角，快快下马受降！好刀法，匹夫！ 敢冒充我威名！关羽过五关斩六将，最后又揍了一顿夏侯惇，终于来到了冀州界内。然而还没安稳半日，途经卧牛山时，又涌出了一伙黑社会。老大自称张角，话还没落音，天上就掉下一人，将其砍翻。 见老大领盒饭，其他卡拉米抱头鼠窜，待到一众四散而去，关羽昂首挺胸问道：“好汉，你又是何人呢？”“我是周仓，你是谁？”“关羽，字云长，随着青龙偃月刀的主地周仓已经下轿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直呼偶像偶像。周仓又称青龙偃月刀，人肉刀架，本身黄巾军，曾和张角起义，后来起义失败，沦落为山贼。多年来一直有个名字刻在他的心中， 那就是关羽。从灭黄巾开始，关羽的一系列传说一直萦绕在其耳边。如今终于见到真神，那还不是五体投地吗？”“你收下我吧，将军！如能给您牵马坠镫，我死也甘心了。将军，将军，我求求你，将军，我求求你了，将军，将军！”关羽看着眼前的脑残粉，也是无奈。作为爱豆，大庭广众的，怎么也不能辜负了粉丝。但很可惜，这一行我不是老大，老大是我的两位嫂嫂。二位夫人表示，生平最恨追星族，谁知道他身后还有多少关羽的脑残迷弟？要是都收了，浩浩荡荡的，实在影响市容啊。你这山上还有很多的不足，曹操不肯留用。周仓立刻遣散所有部众，一把火烧了山寨，只身跟随将军。 话儿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二位夫人也不好说什么了。从此以后，你挑着担。
就这样一连走了几日，眼前赫然出现一座古城。关羽问前方古城为何地，周仓连忙表示此地名曰古城，乃一片世外桃源，可惜城中最近来了一个恶霸，斩城为王，方圆300里无人敢惹呀。连你也不敢惹他吗？那恶道虎背熊腰，穷凶极恶，我连战他3次都被他打败了。见周仓说着气都蔫了，关羽知道这恶道定然有一手，正好自己的青龙偃月刀有些饥渴难耐，也为了让新收的小弟开开眼，敢不敢帮我上前通关？有关将军在这儿，就是那恶道的末日。古城内，恶道正在胡吃海塞，一个老头前来禀告，这老头本身古城县令，如今成了跑腿儿。张将军，卧牛山的贼首周仓正在城外喊话，叫将军滚出去。不，请将军出城。手下败将也懒得睬他，但这次不止他了，来了另外一个将军，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。什么？关羽？